农村什么不多，土特产这种大米最多。然后两个广东的粉丝过来，本来说明天回去呢，然后他今天回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给他的，我搞了一袋米给他吧，然后买了点菜回来做菜，等一下叫他们过来一起吃个饭。今天还请了一位大厨来，大厨来做菜，讲究讲究。大厨嘛，我去拿衣服来了不？有啊，我有衣服的，不穿那种啊，不穿那种，显得太专业了，是不是？不要那么专业。下锅。这个是干了，东北的松花鸡蛋是吧？花的不？这种五花肉白切的香哦，很漂亮哦，两花三层，两粒粒。这种叫乜嘢？这种系。呢种鲑鱼，哎呦，哎呦，两个咩？咩？呜呼哟，两个吃了不？吃完了。你家全都是用章丘铁锅、啊？对啊，一直都用这个，这锅五年了。这个就是刚买来没多久。这种锅煎东西也不粘锅，炒东西也好炒。对啊，可以可以。我要的是那种铁锅，用的不成这种。哦。煎了不老是啊？好用啊，那一点都不粘。这么好用的锅在哪里有的吗？现在你想一想买吗？想啊，这好用啊，在我的锅里面有啊。你买的话我能这一包麻辣。可以，这份就先放点辣，这份就不用啊。怎么又拿个大西瓜？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防晒衣而已。防晒衣啊，九龙村的丝瓜。开饭，开饭。来，广东来的朋友啊，是不是那么远是吧？没退去。要做好点，虽然分量没那么多，但是数量也够了哦。对对对，你看多少粒啊？你们来这里煮这个饭感觉是怎么样？好吃啊，香是吧？又香啊，又嫩啊，煮的它又软啊，没有什么添加剂。喝粥啊？喝粥。哎，喝粥了。哎，又是米粥啊？又是香粥是吧？有白粥吗？玉米粥啊，玉米粥啊，啊，玉米粥哦。啊，玉米粥啊。有吗？我吃。哎呀，我自己打，你们先吃。那你油大了没有？吃什么？哈哈哈！小二哥吃完饭了，等一下。快动！该动，吃饭吃饭。尝试一下，特色。这个鸡胗呢？白切猪肉，对，好吃。白切五花肉。好。不要不好意思吧？你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就少吃点呗。兄弟，这为什么连起来？
所以说你要找个老婆回来，一块肉两个人吃。嗯。主要我要抓。嗯。金盘多肉。嗯。白瓜来，你看一下那个白瓜。哇，广东人这么吃哦。嗯。那猪脚也是这样啊。嗯，那南瓜苗广东也有嘛。嗯。嗯，也是这样放啊。南瓜苗冻苗啊。哦，谢谢。哦强子啊来这边吃的习惯吗？没事啊，习惯啦、啊、哎呀，有机会我还会过来啊。你煮了那个菜我都不想先把忙好，先把事情安排一下，自己还过来。那就这样了、谢谢你们的交代 啊，拜拜。要 慢一点哦。好的、谢谢你们的交代啊。哎呀，客气了，太热诚了。有机会你们也要过我们广东那边玩一下。嗯，好的、有机会肯定去。谢谢强、那就这样了啊。谢谢小 A。你们回去可能也要到晚上了。应该晚上了，没事没事，慢慢开，累了就睡觉，休息。你注意哦。开车注意安全哦，我张姐。好了，谢谢。下次再来哦。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